秋送爽，万里河山披锦绣。丹桂飘香，一轮明月寄心情。物换星移，弹指间我哋又走过咗一载春秋。今年嘅粤剧黄金周喺万众瞩目当中如期而至，欢迎大家嚟到湾区活力粤韵飘庆第十八届东莞粤剧黄金周开幕演出嘅现场。我是来自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卫视的节目主持人周丽珊。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的戏曲节目主持人伟斌。可以说呢，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啊，东莞的粤剧黄金周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了。今年是特殊的一年，不平凡的一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我们正常的生活节奏，但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东莞市委市政府的英明部署下，全市人民齐心协力同心抗疫，令到疫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的。今晚我们坐在现场观看现场的直播，同时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融汇平台是进行全球直播的。欢迎大家转发我们的直播连接，邀请更多的朋友可以欣赏到我们今晚的精彩演出。今年的粤剧黄金周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主题，通过推广东莞市原创粤剧曲艺，充分展示和热情讴歌东莞市取得的巨大成就，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爱国热情，进一步推动东莞地方戏曲繁荣发展，为建设湾区都市品质东莞添砖加瓦。而今年我们将会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去打造一场精彩绝伦的饕餮盛宴，可以说为我们的东莞粤剧黄金周隆重举行18岁的成人礼。接着下来我们举行简单而隆重的开幕仪式，我们有请主礼嘉宾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调研员李月梅，有请南城街道党委委员叶鸿辉，有请麻涌镇委委员李国庆，有请道教镇委委员莫汉成，有请高埗镇委委员李玉凤，有请管城区副区长黄浩仪，有请咁多位主礼嘉宾。有请。各位领导咧，将会为我哋鸣锣哈。首先呢，我们都是恭请东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调研员李月梅李柱来宣布第十八届东莞粤剧黄金周正式开幕的。之后呢，我们就一起去敲锣了。好，有请李柱来为我们宣布。好，我们有请各位领导，我们在倒数三声之后一起来开锣。好，三二一，预祝第十八届东莞粤剧黄金周圆满成功，正式开幕。好，多谢咁多位主礼嘉宾，请各位主礼嘉宾回座，多谢晒。系啦，今晚咧，我哋嘅湾区活力粤韵飘庆晚会将以篇章式的结构来进行的，一共是分为了湾区活力经典传承和梅花飘庆三大篇章的，既有新篇的原创粤剧，又有传世的戏曲经典，一定可以令我们一饱眼福。跟住落嚟咧，为我哋拉开帷幕嘅系东莞粤乐团啦，佢哋带嚟嘅系大型原创广东音乐表演《红面颂》。嗱，呢一个节目咧喺第十八届中国文化艺术交流大赛当中咧荣获咗钻石奖嘅，而且咧一个乐团曾经多次参加国家、省市嘅老年文艺汇演同埋比赛，并且荣获金奖。佢哋仲曾经喺玉兰大剧院啦、文化馆星剧场以及文化周末剧场举办专场嘅音乐会。东莞粤乐团多年嚟不遗余力咁样推动传统文化艺术嘅传承与发展。咁跟住落嚟咧，就请大家欣赏佢哋嘅精彩演奏。高虎领奏系莫辉玉、指挥陈国华。我哋用热烈嘅掌声有请佢哋。有请。
路从今夜白，越是故乡明。故乡是我们每一个人心目当中最柔软的牵绊。自古以来，多少文人墨客都以故乡为题材，写下了多少脍炙人口的古诗词。那这些古诗词呢，都在表达着思念故乡、歌颂故乡的默默心情。是啊，我们东莞呢真是人杰地灵的，有不少驰名海内外的知名人士，譬如说有何非凡、陈天仲、陈少峰、陈小茶，还有楚就云、卢启光等等呢，都是来自东莞的名人来的。那么现在呢，又有一批很有影响力的粤剧曲艺中坚力量，那么可以说呢，用各自擅长的方式表达着对故乡东莞的热爱之情的。今次湾区活力粤韵飘轻第一篇章《湾区活力》咧，就系管一青年通过原创嘅东莞粤剧曲艺作品，反映新中国成立以嚟故乡东莞城市建设嘅起人变化，表达咗东莞人对家乡浓烈嘅热爱之情，对建设大湾区嘅磅礴热情，表达咗建设湾区都市、品质东莞嘅澎湃激情。下面將會以一首展現水鄉傳統文化、人民風情和改革開放四十年豐碩成果的曲藝新作《故鄉新韻》拉開第一篇章《灣區活力》的序幕。好了，接下來我們用熱烈的掌聲有請他們。Thank you.
画家上，都说岁月香，年年繁那荣兴旺，开放改革迎来。好春光，华鸟赞声，水乡人烟纷尽。一曲《故乡新韵》用全新的表达方式演绎了我们东莞人对家乡的热爱，也都是表现了我们水乡人携手奋进、同奔小康、共同建设大湾区的殷切期盼。是啊，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当中，东莞在筑牢自身防线、组建医疗队伍支援湖北的同时，还积极地助力企业复工复产，保障防疫物资的生产供应，为全国的抗疫局面好转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都展现了我们东莞人热爱祖国、建设家乡的无私大爱。而接住出场的是两位东莞的平喉王，他们是来自市戏剧曲艺协会南城分会的名誉会长詹佩芬，还有市戏剧曲艺协会管城分会的会长祁雪贞，将会用一边吹笛、一边弹古筝、一边演唱的独特的方式，带给我们一首以抗疫为背景的粤曲小调《奋战换春光》。伟斌，你知不知道这首曲是谁创作的呢？梗係有做功課啦，佢就係咧嚟自東莞嚇，出身於東莞嘅粵劇編劇讚曲家陳錦榮老師，可以講咧佢係響當當嘅我哋廣東嘅粵劇編劇人才啦，既係編劇家又係讚曲家，可以講係我東莞嘅驕傲嚟嘅。咁跟住落嚟咧，事不宜遲啦，我哋一齊嚟欣賞呢一首靚曲啊！掌聲有請兩位，有請。
子勇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苏青落泽同兴，共壮于一乡，家家长和乐满堂。你睇，抗击冠状病毒，一队队嘅医护人员奋战在第一线，一车车嘅物资嚟自四面八方，参天有栋梁在，看尽山阴霾，又见红日落。又逃荒，凝聚之勇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多謝兩位東莞嘅平頭王嚇，珊珊啊，其實我哋每次嚟東莞工作咧，都行色匆匆啦。你有冇試過真係留低欣賞東莞嘅名勝古蹟啊？其實咧，有機會嘅話，真係咧，好希望可以去東莞各個名勝古蹟去參觀遊覽一番。不過咧，講到名勝古蹟，一定要提到嘅就係清代廣東四大名園之一嶺南園林嘅代表可園啦。前人稱其為可善人間福地，懸跨天上仙宮。東莞的音樂文化和嶺南話派都是起源於此的。是啊，講到可園，我們知道可園的主人張敬修收藏了一把名琴，就叫做綠耳琴。據講這把琴的音色相當之悦耳，而且琴聲悠揚，哇，它的音樂是繞梁三日的，所以說是相當之好聽的。現在江山代有才人出，我們東莞的粵劇發展中心主任、東莞市戲劇曲藝協會副主席、東莞市知名的粵曲唱家陳影河就根據綠耳琴創作了一支新曲，叫做《綠耳琴韻》，讚美可園的秀美風光。跟住落嚟咧，就请大家跟随住广东省曲艺大赛总决赛职业组金奖嘅获得者吴晓霞，同埋广东省香飘四季杯粤港澳曲艺社团粤曲演唱邀请赛金奖嘅获得者黎建军嘅演绎，一同嚟到欣赏呢一首《绿耳琴韵》啦。好，掌声有请。有请。台流光，花洞洞雕梁，可心可意弄琴赋诗，千花纷柳细心行赏。
唱举步千过花间社，情又难花飘香，任我万千遐想，仿佛遥遥长空挥洒醉的丹青，清风飒飒仪态飞扬。文化
最美的故乡，风管一万千遍，滔滔东江水映流长，已令牵手心欢唱，唱尽我最美的故乡。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前辈的坚持和付出，同时也离不开新生代的继承和发展。而粤剧的传承人才是关键，为了可以令到粤剧曲艺薪火相传，东莞粤剧发展中心和市戏剧曲艺协会联合力量，充分整合本土的粤剧曲艺在粤乐的专业人才队伍，积极开展了系列粤剧曲艺培训。他们采取的是粤剧进校园，可以说是充分去培养粤剧心苗，如今已经初见成效了。近年东莞粤剧发展中心组织整合了市内的粤剧专业人才力量，通过设置专项资金对本土的粤剧曲艺社团和创作项目进行精准扶持，发展了一批热爱粤剧的中青年演员。而湾区活力粤韵飘轻的第二篇章经典传承将会汇聚粤剧进校园的老师和本土的粤剧骨干，还有优秀的少中青年演员，从四五岁的小朋友到六十几岁的花甲老人，还有这班少中青老演员，他们一起来演绎五个经典的名剧名段，可以说是充分展现岭南粤剧的魅力和活力，去展示我们街镇老师和优秀骨干的力量。接住落嚟，请欣赏经典粤剧折子戏《柳毅传书》选段《绣红旗》、《杜富银》、《吕布晴天雕蝉》同埋《穆桂英挂帅》。好，掌声有请。有请。那座龙宫誓转盖，如家内
香浓，自报名啊！非我负情，别。
景仰上军容，换三军更显好人品，信心为上赢，忠心护上赢，列寇之间为安民，感你诚意恩恩夸我能一计无方，未暗色花可富育人啊心，为战绩不计一女儿心，尊梦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哇，非常之熟悉嘅台词啊！当然就系要引出耳熟能详嘅经典作品《易水送荆轲》啦。而为我哋演绎呢一个片段嘅嘉宾亦都大有来头啊！为咗促进粤港澳大湾区嘅文化交流，我哋特意从深圳邀请到深圳市粤剧团嘅当家文武生，佢亦都系粤剧风腔艺术嘅传人晓毅，联同我哋东莞本土嘅优秀青年粤剧演员黄汉杰一同主演嘅。哇，咁我等乜嘢啊？我哋马上欣赏啦！掌声有请，有请。云迷里情千万眼斜你，丈夫有泪不轻叹，便家堂花枝花时光已一晚，龙太爷只望边长后我心残，大鹏前呢似恨天低，吹动呢旌旗把龙啊。热水通通腾啊，白龙白烟白甲，白那欺犯，速下刁啊安，共享良朋。千别斩，哦，荆轲参见太子，哦，荆座士，你来到了，我来到了，荆座士呀、啊。未尽你言赞，怎收上汉泉空啊月滩？
接难，乡巡屠灭我，河山伤残，今作死，恨无思泪，诉空怀。朋友极轻一那人把狂澜力挽，使人眼全正义不够熟悉，千强万难，怎话是穷苦常有啊，求秦关，燕国万民齐称赞，山君儿也无反顾，去闯虎穴龙牙潭，身系家国安危，行那中那方，咿呀哒。借故了杯中那浓情，酒力满助我生难，闯探阳入血殿，趁那皇庭要斩杀，压寸万万，六国在，六国在，东万世上满不相阵。三杯酒尽风，泪人。
必是容易，天是难嘛。哎呀，哀子啊，想我惊我，原是为国小民，不肯春灭为国，才以亡国之身，妻妾应地，今日为天下苍生，一寸之步，难自知入去，何敢妄话？太子，你又要伤心也罢。哎，自知入去，何敢妄话？正是借故三杯酒，令我一寸胆，会真怒哀怨。拔剑，掌中眼，暗风萧萧，系逆水岸。纵是一去兮，不复还，不复还。不复还，不复还。一曲清风拍上胆，纵是狂歌。
有日国泰民安啊！莫忘热水滩头啊！珊珊，你知唔知今年嘅粤剧黄金周有啲咩精彩内容啊？作为一名忠实嘅粤剧拥趸，我梗系知道啦。从今晚开始咧，一连八日喺东莞，每一日都会有精彩嘅粤剧演出噶。系啊，呢八场演出咧，分别就系今晚嘅湾区活力粤韵飘轻开幕演出啦，仲有东莞市文化馆星剧场一场嘅粤剧精品展演，仲有一场嘅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音乐会，高步影剧院有一场嘅广东省曲艺之乡高步镇2020年专场演出。除此之外咧，仲有道教粤韵馆一场少儿粤剧曲艺新星嘅颁奖活动，仲有麻涌镇麻四村兰陵古戏台有一场2020年古梅乐韵粤剧曲艺名家精品欣赏会。在东莞影剧院呢，还有两场广东粤剧院的专场演出的。没错，各位观众，各位戏迷，如果你想欣赏到有倪慧英、梁玉荣，还有郭凤女、黄春强、潘国荣、陈芳毅等人的精彩演出的话呢，记住查阅手中的宣传手册，或者关注公众号啊，就是管泣粤韵查看节目单啦。哇，有好多的名家，有兴趣的朋友敬请期待啦。接住咧就係上演我哋今晚嘅大族節目咯噃，就係我哋灣區活力嚇粵韻飄輕嘅第三篇章《梅花飄輕》啦。嗱，呢一個篇章咧邀請到多位獲得中國戲劇梅花獎嘅著名粵劇表演藝術家輪番獻演，充分展示粵劇大咖嘅深厚功底同埋藝術精髓啊！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隆重恭請國家一級演員、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梁耀安，以及國家一級演員、中國戲劇梅花獎得主蔣文端，為大家献演一段经典的粤剧折子戏《七月七日长生殿》。有请安哥和端姐，掌声有请。有请。太平边疆无啊，今天是笑风啊，脸上喜笑，天府圣堂光复民谣，叹啊来寄情思走生笑，行落
且欢笑相片月那夕花照，任凭秋云春了，生不逢盛世，正好落啊那笑摇，饮不尽欲那亦啊平啊将，伤不尽歌哦哦清马家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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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今夜因啊逢七得夕，华筵声啊似，可怜。一周危上，哭啊啊啊啊啊掉啊，乃遥是一草爱逢风雨，又声那烟袅袅，就请居之歌舞一番。
看他年万年薄，看他苗啊木秋波瘦，风啊自绝西暮啊，唱得好，舞得妙啊！翩翩莲步舞，玉环饰艺良君歌。聪明水急太身飞，不光针得为轻情。颠倒啊！为何爱不长啊？雌雄金钗与田合，年轻苦年为新老。是非黑，歌舞把切残烟。玉手相愧，同漫步。戴利龙肌，杨玉环，向天问世，愿神灵共鉴。情意铁石坚，忍不两面。今世未了情，注定下生不结夫妇，心伤只要生生也有意。生世世永无懈，到我白头，热难爱也未已消。不教我命，由我别离。教我两叹寂寥，不管在世与君私贫我夫，亦无边此世，恩爱绵
银汉笑笑，云彩飘飘，异乡见细雨何纤腰，夜凉斑衣薄，怕你弃烟看笑。真系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啊！正话两位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嘅精湛演出咧，睇到各位似乎意犹未尽、哦。当然啦，但系咧，我哋今晚一定会令大家乘兴而来，尽兴而归嘅。咁跟住落嚟咧，我哋继续有请出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黎俊升，以及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陈允红，为我哋带嚟粤剧《宝莲灯》之《洞天福地》。掌声有请！有请！
怎会今天似醉如狂？知我恨，惜空门，情寂寞，知水冷，山寒，黄叶落，残对愁云，哪有心思看？岂知山水也千情。想想难怪仙公啊姓啊像脸上带忧伤，今天已复如花样，应知某郎你为我孝疏。霜浓淡抹，一样美无双。天亮，国雅色，何须蝶帮忙，不义仙那怨其夜班，竟向寒从阿帮，我爱寒从乾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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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多谢众位先家浓情厚爱，请尽同天福啊地。2020年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亦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亦都是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砥砺奋进的一年。众多粤剧曲艺名家名伶和东莞市的粤剧曲艺精英、优秀演员和少儿演员同台合作，绽放异彩，共同推动粤剧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好，我哋再次用掌声请出今晚嘅各路演艺精英。好，有请，有请佢哋，都多谢佢哋今晚嘅倾情献演。管音乐韵经典传承。活力越稳飘庆，我哋嘅开幕式演出到此圆满结束啦！接住落嚟嘅第十八届东莞粤剧黄金周，精彩源源不断，曲韵绕梁三日。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再见。